我这个人挺疯狂的，是我的感情轰轰烈烈。因为你跟一个人会谈恋爱，你也是一眼看到他，你就知道你们俩以后一定会有缘分。只要是对了，我就结。2010年8月，大 S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自己敢爱敢恨，绝不拖泥带水，似乎也是预告自己未来两段婚姻高潮迭起。当年一定没人预料得到，一个月后，他会在北京兰会所认识汪小菲，两人只花49天见4次面就决定结婚。12年后，他和具俊晔重逢更是浪漫，一通电话牵起当年遗憾，直接岳阳闪婚。大 S 不只是典型的恋爱脑，更是话题女王。每一次的浪漫都能轰动娱乐圈，但每一次浪漫的背后都是牺牲和妥协。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要去移民署，他们要分开对话，就叫证实我们两个人是真结婚。他就说很简单，就问你几个问题，你是几月几号结婚的？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报纸？他说好的，他说你先生的电话号码是。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查一下我的手机吗？他说好，那没关系，下一题，你们公证的日子是哪一天？然后我就说我这一题我也跳过。他说那你先生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就结果我一题没答对。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就是看他一眼，我何止说要跟他结婚，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我以后要跟他生小孩。大 S 对家庭的付出绝对有目共睹，他和汪小菲婚后确实有过甜蜜期，也生了两个宝贝儿女，但每一次都是惊险，除了得冒癫痫速疾的危险，还差点连命都没了。我一生弟弟的时候我就断气了，然后就被送到 ICU 的那个重症病房，那个时候查不出原因是对麻醉过敏还是什么原因。不仅如此，大 S 也曾在2011年因腹中胎儿死亡必须进行手术，4天后还是硬着头皮出席三亚婚礼，当时他对外只字未提，其实身心备受煎熬。另一次则是在2018年胚胎萎缩，手术后7天就强打精神和老公一起录综艺节目。即使和老公背景性格有极大差异，大 S 也打算继续走完下半辈子，直到汪小菲一次次争议言论又与异性过从甚密，才让他彻底心思斩断11年婚姻。对我来讲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在电话里面说好要结婚，然后他决定要搬到台湾来，带着他所有的家当。当我看到他的那一秒钟，就是很感动，我们俩抱头痛哭。인생에서가장기억에남는순간이뭐냐로저는저거를뽑을것같아요离婚1年后，大 S 再次坠入爱河，二度闪婚，对象竟然是分手20年的前男友具俊晔。偶像般的重逢再次撼动演艺圈，不少人认为他的恋爱脑又冲动了，但脸上的幸福光绝对骗不了人。有欧巴的温柔保护，外面的流言都不算什么。아저시끄럽게하고싶진않고요그냥그사람이거짓말을그만뒀으면좋겠어요여러분들이안들어줘야되는데자꾸들어주니까거짓말을자꾸만드는것같아요네그쵸그쵸그리고저는항상그것때문에많이잘보살펴주고있다고생각해요그래서한국갈때도좀걱정스러워서이틀을넘기지않은것같아요항상이틀있다가다시오고이틀있다가다시오고평양너무유명하다보니까、네、뭐자주자유롭게못돌아다니니까결혼1주년때는그냥뭐집에서둘이샴페인마시면서그냥소소하게그러니까희원이도맡기가뭐희망찬란한거별로안좋아해요 그런생활을너무많이 했었다보니까소소하게지금同时幸福的两人更珍惜当下，目标也非常简单哦，建立幸福的家庭。